位同学请就坐，我们现在开始上课了，谢谢。大家好，今仔日因为电压的问题吼，所以咱一寡精彩的图片啊，是讲影片都无法度看，吼，啊因即摆头前持续的抢救，所以等于这天吼救护通了吼，啊是这两点钟来咱讨论就看会得啦。哦，啊，拄仔迄个讲师讲的嘛，迄、那个美国将即个核子弹头下来咱台湾，即件代志大家敢知？无人知啊。啊，我是安怎会知？伫去年即个七月的时阵吼，阮祖囝出世啊，啊咧做回来，阮太太看到迄个政论节目啦，啊就讲，哎、欸，你看，这是咧讲啥物货？啊、我紧注意着，啊，着把迄个节目甲录，找着迄个影片啦，开下载落来，啊，开始，因为参与民政府了后，咱即个网络吼，网络有介一咱少年的中心，就是会伫遐串联啦，伫遐放上消息，啊，所以赶紧互大家知影讲，哦，原来军事占领的证明，你无拄拄会拄直接看到美军啊，但是。实际上，台湾还佫军事占领中，吼、哦、啊，这是一个台湾人69年来，从安康的事实拢知影。啊，所以来到民政府的时阵，你参与民政府上只的课，像呾你爱开一个钱，直接开3天2夜，豆豆啊直接听咱讲，像呾，因为你外口无都接受着只消息啦，甚至啊，即马。媒体吼、哦，刁故意误导啦，吼、哦，甲即个外口一个仿冒的啦，叫做美国台湾政府啦，伊刁地误导讲迄个有这民政府啦，啊，所以咱看新闻，若便看到民政府的新闻哦，差不多拢负面的消息啦，啊无就是看无啦，你毋知影有民政府的消息啦，甚至民政府若刊。消息伫报纸，大家掀开啊，当作广告尔啦，袂去读讲内底是啥物货啦，嘛袂要伊内底是啥物消息啦。所以台湾人其实即摆受着洗脑教育真严重吼，艺术教咱看一寡资讯是麻痹的，咱对资讯是麻痹状态啦。好、哦，来，刚上服务一下哈，即本到尾，好、哦。你要了解台湾的真相吼，即本林秘书长伊开真侪心力研究出来，叫做《新台湾论》。《新台湾论》主要是咧写国际法，国际法。啊，足侪人唔知啊，足侪人用家己的想法去了解国际法，讲，哎，美国人上高违反国际法的啊。国际法伊家己拢无遵守啊，有人会安尼想啦。啊，其实美国是维持即个世界秩序啦，吼、哦，国际秩序的一个国家。啊，若无互伊来维持，啊，无要互中国来维持，会较好吗？啊，是要互即个过去讲海山政权，哦，啊是讲。宾拉登，宾拉奎林哥哥，宾拉登，不要让伊来一起哦，无可能啊！啊，新台湾内底有写着足侪甲台湾有关的机密，吼、哦，以及即个资料啊。啊，即本就是咱一直咧推展的，一直咧教咱台湾教育，因为咱过去毋捌受即款的教育，甚至咱读法律的即个大学生，也是研究生，足罕的。难得啦，会读得到这个国际法。啊，旧金山和平条约大家敢有看过？无嘛？啊，跟咱有关系？咱拢无互教讲，这旧金山和平条约是啥物货嘛？我们没有被教导和旧金山和平条约的内容是什么啊？哎，有听过？
但是唔知影到底关系较偌深，是毋是？啊，有诶人讲，旧金山和平条约已经过期啊，讲失效啊，大家认为怎失效？讲伤久就失效诶啊！我甲阮太太结婚，啊，结婚十冬，伤久失效。我甲大家讲一个基本观念啦吼，法律有一种特性，有逻辑性，法律不能自相矛盾的，因为自相矛盾，伊的基础就不存在。哦，法律是不能自相矛盾的哟、哦。啊，矛盾这个东西是存在于人天然的理性当中，咱主人头壳内底。哦，上帝创造咱头壳内底，就自然有一个自然律伫内底。我考一条题目给大家啦哈、哦，有没有黑色的小白兔？有的请举手。啊，请举手啦！有没有黑色的小白兔？有的请举手。嗯。啊，你认为没有黑色小白兔的，请举手。啊，不知道的，唔知呀，请举手。天哪哪哦，逻辑这门课啦，只在高中开始学啦，甚至到大学才开始。但是最强我说的，因为小学、高中学他来学龄期间，他们的课程里面其实就有逻辑的存在。啊，只是我们一直都没有这样的学习。答案就是没有黑色的小白兔啦。黑色的就是小黑兔，安尼了解吼？这就是逻辑呀。啊，黄色的咧，小黄兔。哦，对。啊，花色的，小黄兔。咱两个头壳内底有一个做自然的自然律啊，伫内底，这叫做逻辑。这个法律嘛是同款，有伊的逻辑性。但是呢，咱多数的老百姓啊。多数老百姓呢、啊，都很害怕法律，对不对？啊，请问啊，啊，两千啊，拜托啊，两千，安尼安尼度过就好，卖惊法院，卖去叫警察啊，啥，咱拢做惊这个法律。法律有一个特性，就是权威性。你若去惊去法院吼，法院无人要去嘛，啊，第一摆去法院拢皮皮喘，你看了看法官，啊，穿迄个法官袍，啊，看到你你又皮皮喘，整个法律它有它的。那个威严性的、啊、哦，也严肃性，法律它有它的一致性的、啊，哦，它有它的一致性的、啊。红绿灯能不能红灯能不能右转？可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啦！红灯不能右转，不用看了啦。可是红灯的旁边有一个右转指示灯的路口，那可不可以右转？它亮的时候就可以右转。啊，这就是一致性啊！右转只是灯没得，它是红灯状态嘛，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是一致性啊！啊，红灯不能右转，刚好说台北就不能右转，高雄可以右转，不可以嘛？法律的一致性嘛。那过去呢，台湾是一个没有主权的国家啊，我们是殖民地了、啊，过去了、啊，自古以来台湾就属于殖民地。不是自古以来台湾就属于中国，咱的教育讲自古以来台湾属于中国嘛，是不是？过去的教育啊，自古以来讲什么郑成功啊，咱的历史一直在重复发生啊。但是咱若无做好的选择，咱就会一直伫迄个悲惨的环境内底，咱的后代就会一直安尼悲惨的这个境地内底。过去有一群人。生病坐船仔来，赶走荷兰人，伊甲咱讲，因是正统，正统嘛，因要反清复明，是不是？过去是安尼嘛？69年前有一群人来姓蒋的，伊甲咱讲，伊是正统，伊要反攻大陆，是不是？同款。
一群人为中国一边过来，伊拢甲咱欺骗，甚至招咱做伙甲伊反清复明，招咱做伙甲伊反攻大陆。啊，若为一边坐飞机过来，反共意识，阁互伊钱，啊，迄钱上诶，啊，咱讲讲啊，咱对伊夫唱妇随啊。伊讲反攻大陆，哦，咱就反攻大陆，咱大家拢去踢正步，有做几兵的请举手，好、哦、好，啊，咱来贴上这边。我讲一个较远的例啦，美国毋是打败伊拉克的海山政权，依照这个战争法，美国将这个军队塞入这个伊拉克的时阵，伊迄个军事政府就成立嘛，伊爱设一个民事政府，就是民政府啦，西欧搞法。伊爱设即只国际法，国际法的即个战争法，哦，国际法就足侪法啦，哦，万国公法嘛是国际法的是，伊是无法。国际法的战争法就是讲，战争无法度避免，但是战争爱有规矩。同款啊，拍篮球爱有规矩无？拍篮球边啊毋是有围栏，迄就是法的界限啦、啊，界限啦、啊，的界限。啊！拍篮球，迄球若走出去，你去抢着，啊，但是打袂散，算界外嘛。啊，拍篮球有伊的规矩嘛，战争嘛是有伊的规矩啊。战争要前进前爱宣战，啊，宣战毋是讲我今仔徛伫遮，哦，咱即阵人，咱往倒位宣战，安尼就宣战啊，毋是。宣战有伊的法定的天数，所以经过国会通过宣布。战争，甚至第二期，比如讲，美国和伊拉克海山政权哦撤出伊拉克啊，偌久的时间，这就是战争法的规矩，伊安尼才会形成有效的战争啊。啊，有效的战争是安怎形成？因为战争了，战争之后要求偿啊，要割地，要赔款，要建立在。有效的战争状态上，所以战争法就是安尼，国际战争法，但是咱过去咱唔知啊。美国伊的战争甲中国伊迄款的思想的战争吼是无共款的。美国的战争吼，欧美啦，欧美因有战争了后开始有遮个判例，战争哦，比如讲美西战争又一个战争，战了一签约，这就叫做判例国际惯例。啊，判例会当做参考甲依据。哦，另外美国佮甲啥物人拍，甲菲律宾拍，甲倒位拍，又一个判例会当依据。所以国际法内底有一个惯例法，这就是惯例，伊当判。过来战争法内底吼，伊咧拍的过程，有佮有分工。即、这个战争内底无输赢，即个名词啦，有征服，完全征服啦。征服的意思就是讲，我拍到即块土地，拢无人甲我反对啊，安尼叫做征服，完全征服。啊，完全征服了后，伫签约内底，伊就变作占领全国，占领全者的身份啦。伊要全面征服，靠占领全者的身份。所以，这拢是战争法内底。啊，后壁因咧战争，因甲中国的思想迄种战争无同。中国迄款的思想的战争，就是我要甲你拍到规个拢倒，拢死消灭。即种中国思想的这个战争是安尼啦。所以因讲什么亡国啦、灭族啦，即种的思想，这是中国亚洲这种的思维对啦。但是西方唔是，西方是全面征服，拍到你认输。但是无甲你消灭，甚至佮甲你扶起来。好，咱拍过啊，不打不相识。咱拍过啊，毋是甲你这个国家规个总兵无去。咱来签一个和平条约，旧金山和平条约，即种就是安尼来的啦。签一个和平条约，讲啊，咱以后
这战争了和平了，讲你甲我中间，咱有一个合约，依照这个合约，咱以后好好啊斗阵，看要做生意，还是讲要安怎往来？和平条约是站伫这个立场、这个角度在设立的，所以后尾的战争不是要甲你拍后倒的，是讲真正无法度啊，拄着啊，因为经济的关系，因为种种的关系，咱产生战争，所以爱签一个条约。新台湾论内底有讲到足济判例，足济案例。美西战争了后，西班牙将这个关岛、关岛啊个菲律宾等等挂予这个美国割让。啊，最近咱有看过迄个美国拍伊拉克啊个伊拉克割让，对不对？割让吼。有几个条件啦，第一个伊是殖民地，殖民地就是伊无变做你的国土啦。啊，过去拢有听一句话叫做“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是不是？啊，神圣不可分割领土，不是创造出来的名词呢。神圣不可分割领土哦，如同一个国家哦的手脚啦。神圣不可分割领土也在自然律里面，它有一个自然律啊。告诉讲啦吼，这个遥控器是你的物件，我甲你偷摕来，我偷拿来的。啊，我甲伊讲，啊无我手挂互你，因为是怎个手偷摕，敢会使呢？袂使嘛，这种叫做神圣不可分割啦。神圣不可分割性就是讲，这是一体的啦。但是殖民地为什么可以分割？殖民地就是因为它不是国土啊。伊毋是你的国土啊，伊是你的财产，可以当分割了。个人嘛是种条件吼，会当做即个切割国土，有另外一个条件是可以切割买卖、用卖啦，就可以。但是战争之后的和平条约里面是不能切割国土的，所以即个日本打赢大清帝国的时阵。伊家咧奉天东北迄块，吼、被挂予日本，但是过无偌久，阁挂倒去，挂倒去嘛，阁爱另外阁订一个条约哦，毋是讲啊，我现伫安尼做算，足侪物件拢是条约甲文件。啊，啥物今仔日要甲大家讲法律遮尼重要？咱从来拢毋知影叫做啥物叫做国际法啦。咱本来咱的阿公阿祖。因迄个时代已经进入一个法治的国家，结果呢，69年前咱战败，叫中国来，刘洪政府来，甲咱误解，我们忘记了我们曾经有一个法治的国家，所以上面是中国，祖国的定义是什么？啊，大家讲讲看，祖国的定义是什么？什么叫做祖国啊？你来想看卖嘛，来给大家思考看卖啊。什么是祖国？原来有国家，不够明确了，不够明确了。祖先留下来的。祖先哈，也是讲。之前留下来是讲，吼、祖先，啊我会去问你哦，我耳朵起来，我会去问你，祖先，请问你的祖先是哪一代？哪一代祖先？先不要回答我了，如果你回答一代，你的上一代或上两代，那我就会再追问啊，逻辑上是这样嘛、啊，我要再追问，为什么是那两代？而不是上三代、上四代、上十八代，什么叫祖国？难道我们要去想过吼？啊吼，媒体啦、教育啦，来讲啊，我们的祖先都来自中国。啊，卖去，别人伊讲你来自中国啊，那不是来自中国，伊去甲你骗讲啊，你来自中国啦，你祖先啦、啊，你讲何乐威，你讲你就是你河北洛阳遐啦。哦，闽南话，你就是闽，就是福建，闽南福建的南部，
哦，你漳州的啊，你是福建来，你漳州的，泉州的，泉州，拢甲你骗了。哦，客话啊，广东啊，你的祖籍的广东啊。我去办这个身份证，去签那个日本的户籍成本的时阵吼，大家拢签嘛吼，个人无签的，有人上课上了，啊，讲连走过啊，拢上课受困了，五百完成啊，结果伊身份证都还未办呐，我已经办了。我签那个户籍成本的时候吼，那个小姐跟我一样，我姓潘啊，那她也姓潘，唐浩一样，就是荣雅。隐阳一个隐阳啦，啊一个啊，款就是荣耀的荣耀。结果发生什么事呢？他是客家人，我是闽南人。如果我们的堂号一样，表示祖先的来源一样，为什么你会变客家人，我会变闽南人？这是很奇怪的事情。我讲这个有听无？堂号一样，那堂号的姓名看在高山厝吼。迄、那个正门，正门厅，迄个正门顶头有一个匾额，有一个堂号，有人写济南，啊，有人写什么？很多的店店啦，哦，很多。结果我们堂号一样啊，应该是同堂的，是同姓嘛，同姓潘。那为什么他是客家人，我是闽南人？所以我们的祖先其实曾经流行过一个哈中文化，哦，哈中文化，等先讲来。讲好了喂，流行咧，流行啊，所以大家拢对着耳。啊，有一群人讲客话，哇流行啊，所以迄阵分布嘛，咱咧祖先是迄个平埔族的较济啦，然后伫平埔，啊平埔族是迄个母系社会较济啊。啊，那迄族长，迄个头目，伊爱头目有头目的资源嘛，他要跟说迄、那个。那么外地人合作要有一些商业上的往来，主管接我嘛，我的族人去打落啊，落我回，跟你换币换什么回来呢？接我嘛，啊，爱学你的话嘛，啊，我若去外国留学，是不是爱有一个英文名？安尼较亲切嘛，啊无，你若讲原住民的迄个名拢足长落落无，哦。父子联名啊，哦，比如讲，我若讲我是萨基努，啊，我的囝卢卡，我的囝叫做萨基努卢卡，啊，伊的囝尼可，啊，尼可卢卡萨基努，伊就是父子联名啊，啊，所以伊要和一个，咱讲汉姓嘛，啊，汉姓就是这个头目伊名换过，规针拢换过啊，所以你会看到一针啊。咱过去的历史，足侪物件咱唔知影，啊，咱用消灭你啊，讲你就是从中国来，你就是福建，你就啥物，啊，就甲你倒到你的族谱，甲你倒，啊，倒你对对对住，实际上你扫袂到遐。我太太因是客人，因讲咧百几代，我百几代咧几千年啊，啊，遐唔知哪死来，啊，咱过去咱搁有一个地啦，台湾搁有一个地啊。即摆嘛可有啦，我生三个是袂起第三个分人啊。伊本来姓王嘛，啊分人姓陈的啊。诶、欸，啊伊生落是姓陈的嘛，啊是最上面姓王啊。所以蒋，迄、那个啦，蒋中正吼、哦、有一种讲法啦，蒋家的宗祠本来姓郑，叫做蒋中正。有人去研究讲，伊去用，伊是因妈妈改嫁，当然这是野史啦哈，野史啦。那、所以呢，对于我们的那个台湾的历史，我们台湾的所谓的文明史，咱做无，咱讲无接触也不知道啊。但是我们被嫁接上了一段中国的荒谬史的，所以中国常在讲哦，台湾是我的，因为那是像我三岁囡仔。伊若去因表兄遐吼，看到伊表兄的玩具拢是我的，我就甲讲，这毋是你的，这是表兄的，这是表兄的，伊讲毋是，这是我的，这是我的。啊，中国伊即摆就像这种三岁囡仔，明明毋是伊的，要讲甲伊的就对了。啊，但是呢，咱台湾佫足凄惨的，咱台湾一个足凄惨的
的问题就是，咱的感情投入伫台湾，但是因为民进党的关系，致使到咱甲台湾、甲中华民国连做伙。你有同意无？咱拢派车联牌的旗啊，出去外国的运动场拍开爱台湾，是不是？这是咱上界严重的问题啦。咱不是中华民国人，咱是台湾人。但是伫这个体制，我甲朋友讲啊，伊讲啊无法度啊，我一出世就是伫中华民国内底啊。这个话敢对？啥人有对？本来无中华民国啊，中华民国1912年立国啊，啊1949年灭国啊，啊中华民国的首都在哪里？南京。啊现在在哪里？现在在台北对不对？所以叫 Chinese 台北。跟我人跟你讲 Chinese 台北是什么意思？告诉我。Chinese 台北 ，Chinese 叫做中国人，台北人台北，中国人台北，还是中国台北？中国人在台北。Chinese 台北，你呢？去网络你敢出你敢拍落来 ？Chinese 台北，大部分拢翻作较接近的意思，中文直接翻成中华台北啦，啊。你讲直话直翻个中国台北，但是 Chinese 台北伊是一个缩写，伊是 Chinese Exile E X I L E D 啦 ，Government 政府 in 台北，中国流亡政府 in 台北，赶快哦，西藏流亡政府以上。吐蕃嘛 ，to exile government in 达兰萨拉，伊是伫印度啦，伊是伫印度啦。流亡政府嘛是依照国际法，当一个政府离开伊个国土、伊个领土个范围，去到别个国家、别个领土个顶面，伊简单会当做一件代志。就是限制伫一个城市，你国际法限制伫一个城市，所以过去有足济辽国嘛，流亡政府，韩国嘛，流亡政府，有足济流亡政府，拢因为战争关系，伊迄政府会组织带一群人，比如讲啊，咱即摆一群人，咱即摆组一个叫做什么哦，比如讲汤政府安尼啦，啊，若战争了，咱去到别个国家。咱叫做流亡政府，伊离开伊个国土啊，啊离开伊国土，伊就失去伊存在的这个合法性，所以他只能被圈限在一个城市里面。啊，圈限在一个城市里面，他不能到处乱跑。第二个，他不能扩张领土。第三个，他不能就地合法。伊要选地会使啦，伊选伊个地啦。第一个。伊个迄个城市内底，应该伊个组织有诶，迄个更新汰换嘛，伊会当选举。啊，台湾人可怜啊，69年前来吼，我若讲啊，94岁，伊讲，伊头壳讲破嘛，想无是安怎？日本兵遮尔勇，战败要离开，中国兵。穿草鞋，压雨伞，正经要来接受台湾。伊安怎就想无？因为我若讲嘛，做日本兵咧，安怎就想无？国际法无法度，中国吼，拄好去挖到这个美国将日本打败的迄个时阵，伊拄好挖到，伊就会捡到，咱讲南山巴。啊，台湾嘛不是南山巴呢，但台湾人足拼足骨力，敢饲69吨呢。所以有人讲咱拢饲猪的啊，
台湾最大的那个，最大养殖场，咱就饲鱼。啊，饲甲即摆，即摆是只好差低吼，领钱领月退领多少百万啊，搁归中国遐唱中国歌啦。大家拢无感觉啊，袂愤慨，爱愤慨走去抗议啊，无来，真正无来啦。过来，工商服务哦，新台湾论买日本，会送日本啊。台美关系报告，台美关系报告是较早期台湾民政府这个秘书长伊的论述吼，的前半段。因为咱个美国了啊，美国有给咱做些机密资料，伊慢慢来研究，较慢慢形成新台湾论啊。啊，前半段呢，我们以为我们是美国的殖民地，我们以为啦，所以咱去过的时阵啊，各讲，你美国政府、美国总统是对呢，像咱关岛、美属萨摩亚。伊拢有你家己本的护照，啊，阮太无护照。你爱当作这种海外未合并领土，甲阮当作是你们的那个啊，那个殖民地，你爱甲阮分护照啊，咱甲过啊。结果法官吼，就判讲，唔是，你台湾不属于美国海外未合并领土。美国海外未合并领土是宪法下面的。我下面交代车吼，请大家刷一下，因为刚到对啦，大家去刷一下 G94637 G94637 AAV5022 ZS3068 AAUP281L5-9786 DR022P 4660 FB 啊6975 XN 5U0168 好好我觉得你来继续，所以初期伊所研究的这個台美关系关键报告，伊先研究出哦，原来台湾也搁属地美军占领中，美军占领中。咱都唔知啊，咱过去咱都唔知啊，咱已经习惯把这個中华民国流氓政府当作是咱台湾人家己的政府甲政权，甚至咱做。享受足热情投入中华民国流氓政府在台北的选举，甲伊扩大县长、总统、立法委员的选举。咱真享受伫这个选举的激情内底啦。迄种的享受是啥物货？就若像咧拍摔跤啊、摔跤啊，一边一定赢支持。正义的一方啊，一边顶牙支持反对的一方啊，咱顶牙哦，比如讲啊，有一个摔跤选手伊穿白啊，一边穿乌的啦，啊，若支持乌的啦，乌的去用拍，咱就做严刑官啊，啊，若白的去用拍，啊，咱就做跳的。今仔日咱的选举嘛是安尼啊，哪一个在对决啦？过去哪一个在对决啦？啊，那别个啊。输起来，咱艰苦啊！过去我嘛是这种参加这个电影的。我自有投票权以来，我唔捌投过哪个。我唔是民进党，唔是啥物代表，我拢唔是。但是我都有迄个意识，讲我感觉安尼叫做爱台湾。啊，过去吼，读大学个时代，招一群朋友啊，啊免钱，拢家己出钱啊，跳我都卖插旗啊，替迄个电影来宣传。哇、哦啊！大家嘛都兴趣起啊！啊，头一摆选一个
总统阿扁啊，总统的时阵，迄个时阵在投票，啊，投票未开票，迄个一波走去拍球，啊，听到迄个讲，迄阵因为拢有各地拢有迄个选举的迄个总部嘛，放炮，啊，我咧想讲，可能是哪一下赢起来，啊，所以家己。干过来了，互相鼓励讲，不要紧，咱个加油，有无？咱个用安尼嘛，不要紧，咱个加油。啊，今日再去找去，赢嘞，竟然赢嘞，赢袂跳，袂欢喜。你总统府发前人去抗议，抗议迄个国民党部嘛，吼、哦，要逼迄个李登辉，吼、哦，再要从哪来？啊，第二摆，就算。啊！啊！但选情拼着枪，我阿妈足艰苦个啦。啊，看迄支持者伫迄个新美医院头前，伫遐静坐，啊，伫遐流目屎，啊，家己又看到做啥物流目屎，咱个感情伫内底啦。当然，今仔日个感情含落伫中华民国建立台湾这条路线内底啊，咱逃袂出来啦。今仔日台面政府，咱着要甲这台湾人，甲为这政治内底，就是这选举地方逃出来。因为咱若变选举，就会一直支持这个选举这个制度存在合法性啊。那讲一个例较简单诶啊，你捌去迄个百货公司有一挂游艺场无？啊，游艺场，啊，生意游乐器材是毋是爱换代币？啊，有人甲我问讲。你不承认中华民国，那你为什么还用中华民国的钱，用中华民国的护照？啊，咱就是在这个中华民国的游戏场内底啊，是不是？你用真钱是没有办法投那个机器的，你一定要换它的代币。啊，咱今天也比进来对啊。啊，我们在游戏场就要换代币才能玩它的游戏嘛。啊，我们在中华民国的体制内，你就要选举才能玩它的游戏嘛，才能上这个政治的舞台嘛，才能。囊括这个政治体所那辖制的这整个国家机器的资源啊，所以今仔日咱来一直咧参加选举，一直咧支持这个中华民国体制内底建构，咱就是咧支持这个流氓政府继续甲咱统治。所以唔通去参加选举是鸡，唔通去参加中华民国流氓政府的选举啊。因为我们都要他离开，就巴不得要他离开了，还一直参加他的选举。所以，咱一直以来，六十九年以来，用骗大大小小的选举，甚至过去啦，过去党外的空间，党外的空间较早较激烈嘛，是不是？啊，最近的空间愈来愈无激烈啦，最近的空间嘛，把它嘉年华化嘛，哦，一日游嘛。是不是？啊，是讲，咱知影讲吼，啥物人上无政党色彩，袂烟钱的啦，袂乌脸的，有无？伊迄有人有闲的，哦，起来，袂冰，袂凉的，小蜜蜂啊，你上无政治色彩啊？啊，你讲无政治色彩，伊若敌人赢，打劣赢，伊就变劣赢，爱赢哪赢变哪赢。我一摆咧。手牵手啊，大概你知道看过无？我有去看啦，呀，看起来都爽。那我去看，啊，今朝去台北的时阵哦，有一个外国人哦，有一个外国人，有一摆迄个嘛是迄、那个，咱讲即个抗议的行程，以前在要抗议，迄种 say no to China， 讲台湾中国一边一国 say no to China， 所以去台北抗议啦。啊，迄个时阵有一个外国人够巧哦。伊卖一种迄个饼长长啊，迄阵大家咧贩卖研究啊，哦，啊伊就讲打狗棒，好吃打啊，一直叫人买咧。所以来做生意吼，爱找迄个选举，千万不要有色彩。啊，咱就伫这个空间，无论咱是空间，还是支持、反对，还是讲咱伊伫体制内用任何的方法要去改变这个制度。拢无可能，六十九年来，咱拢无法度啦。
因为咱已经甲伊绑社会啊，咱无可能啊。革命就是要完全的让这个政权离开，终结了。有人讲啊，我办这个身份证要创啥？你感觉办身份证要创啥？会当创啥？拢袂使，你电话袂接啊，也不能刷卡。办身份证要做什么？证明什么？有人说我从小就长在台湾，生在台湾，喝台湾水，吃台湾米，讲台湾话，我为什么还要证明？我就是我啊，我存在就是一种证明呢。合法性，哎，很接近哦。你头到尾我拢甲大家讲反，我们要一个法律上的证明文件。法律上的证明文件，过去日本政府刚刚建立这个户口户籍的制度的时阵，迄个制度一确立下来，咱去办这个日治时代的户籍誊本，咱若讲迄个时代户籍誊本，那个誊本那个东西就是法律文件。所以1945年，伊讲光复了。现在人来都没有这种东西了，只有我们的祖先有了，所以法治上、法律上的台湾人跟你的血裔是没有关系的。方条屋，所以我的爸爸是美国人，我的妈妈是日本人，请问我是什么人？看我的国籍嘛。今天一办新闻证嘛是安尼啊。有人讲我不明白啦，我就是台湾人啊。迄个伊所有的物件摕出来，拢是台湾人，拢是中华民国人。啊，发的物件，啥物？一个波根不解的啦。你是台大的学生，怎么证明你是台大的学生？不是。学生呢？不是校友。学生证嘛。万一学生证掉了呢？他就又在暑假期间不能及时办到学生证。那他怎么证明他是学生？学校填写那个在学证明嘛，或者是成绩单嘛，哦，上一期的成绩单嘛，这就是法律文件啊，一个很简单，在我们生活周遭的一个道理。可是台湾人要办身份证的时候，完全不知道，不晓得，莫名其妙，所以。来遮上课了，出个物件，咱要澄清啦。我一直咧甲一寡朋友咧讲，啊，台湾民政府安怎安怎法律文书，讲到尾啊起冤家，因为有感情嘛。我一直讲，你都唔是啊，我唔是咧甲伊争，你都是台湾人啊。哎，就讲到阿妈棍紧粗啦。我唔是要甲你争，你事实上我咧讲个法律的问题啦。我嘛知影你是台湾人，你嘛是足疼台湾。但是你都无迄个鉴别的文件嘛，啊办身份证的用意是遮，啊伊佫甲我讲，啊你这玩具卡啦，你这汤店嘛有嘛有啊，就塑胶做出来会员卡一张啊，我讲唔是这呢，这是我家己做出来的，讲你若要家己做吼，去找店买一个吸卡纸，家己画画嘛是会使啦，但是迄没有法律效力啊。因为你家己画画，你甲出国啊，可以用看卖看用袂袂。但是咱有同心，咱过去去日本参拜迄个靖国神社，以及咱去美国开迄个记者会的时阵，实际上家己卡提出来了，会用个啊。啊，莫讲国外啦，国外可能伤人啦。我家己办迄个大润发，我摕我身份证去办啊，嘛是会办的。大家有相信哦？你去办看卖，真正会办的啦！我伫新竹南雅大润发办，哎，哎讲，哎，台湾政府身份证，哦，你是政府官员哦 ，In the future， 在未来，不久的未来，啊，有人摕迄个咱的身份证去迄个 Costco 啊，去办，卖办的啊。美商嘛，买翻的啊，啊大家拢唔相信，啊就直接办出来，
那网络嘛，有人把迄个图片弄出来嘛，可是真正办得出来。啊，敢有袂使的？袂使用的所在，嘛是有啊。中华民国人民无法用啊。啊，同样道理嘛，我们再回到台大的学生证，台大学生证全世界都可以用吗？不行嘛。那为什么在办身份证的时候说它不行，说不能用？你为什么把眼睛的焦点就放在不能用，而不放在它可以用？这个文件对咱台湾人很重要。啊，外靠一寡独派嘛开始咧讲，伊嘛要办身份证，伊嘛有300块啦，100块嘛有。啊，讲咱这伤贵，1000块伊会咱办3张啊。你若摕出药看卖，咱这晶片卡，晶片卡就是讲接触式的，就是要一个读卡机才能知道里面的资料。哦，这个是接触式的。啊，外口300块，因为伊迄叫做感应式，就是讲吼，有一个迄个 QR code， 你手机啊有然后迄个扫描软体，你甲扫，你就知内底资讯。啊，哪一个比较安全？当然是晶片式的啊。啊，所以过去咱有即侪个数拢去用暗藏，你敢知影？来，佮介绍一本册啊，刚装好多只。民族母语。甲音素分字啦吼，民族哦母语甲音素分字啦。来，咱吼头常态头前即个重新看者，你敢看这啥物来？罗马拼音吼，你敢看罗马拼音？即过去吼，咱的阿公阿嬷用学的文字，咱的阿公阿嬷因也有去即个受。受过教育吼，过去若无读日本册，哦，若是讲咱讲迄个1876年啊，75年以后啊，迄个时阵，长荣中学刚在台南，中营的中学，因拢咧教这啊，啊，这是外国的这个宣教书伊带来的这个文字啊，迄个时阵外国宣教书唔但是带医疗来，伊去带教育来，伊将台湾的咱的人民。对唔捌字的状态，慢慢啊培养。一八阁是足近的，阁较头前荷兰时期，哦，荷兰时期啦。那个时候荷兰人嘛是有迄个罗马拼音咯，只不过因迄是荷兰文啦。啊，伊教咱这个咱在地，咱讲希腊雅语，希腊雅语大部分是这个台南以及这个高雄北部啦，希腊雅族的。啊，希腊雅语嘛是这种类似这种拼音嘛，所以伊是有这个凡纳克，凡纳克伊个凡纳就是讲咱这个平埔族，啊，甲因这个荷兰人抢克用，一边就是希腊雅语，啊，一边就是荷兰文。啊，这常常看吼，你若看迄老阿公老阿嬷，若看一本册，啊，拢这种语，你就是讲哦，那厉害，头英语英文，唔是这种台语。这种台语啊，唔当怀疑，这真正是台语。这内底拢台语。吼、哦，台湾伫1975年4月30日，吼、哦，这就是台语。我有学啦，所以我看啦。啊，这足新鲜的哦。啥物爱用这种文字？因为这种文字是会当进步的文字啊，做学习的文字啊。我举一个例啦。哦，这，这字安怎念？啊，你太查一个台，有学过嘛？记起来嘛？把这个形记起来嘛？但是，伊有规则，无规则啊！伊是图形念念，伊图形啊！啊，这个怎么念？一，这个一嘛？啊，一的前面。一的前面加一个那个 CD 的 D， 它、啊、会念成什么 ？D 还是 D？ 这种组合文字啦、啊，那是汉字，这种是图形文字，这象形文字啊，这种象形文字，这表意的、啊，表意文字啊。那罗马字就是组合文字啊，组合文字可以无限重复的组合、啊。
但是象形文字、图形文字它只能表意，所以这看难，还是这种看难？这种看难的，因为你需要花的脑容量比较多了。虽然这嘛爱记型啦，虽然你嘛爱记这型，但是伊是一个基本的因素。基本下来，因素问题啊。因素就是这个语言内底上介细的单位叫做因素啊，因素啊。哦，所以台这个字形，伊无法度去组合啊。有人讲，有人把三点水变成字啦，然后可能安怎样？那个是另外一回事了，他没有办法系统化。哦啊，两字安怎念？啊，可以。台湾，啊英文，啊这两字无同个汉语言，就发音无同，比较系统，无呢？但是这种罗马字是有系统的呢。啊有人会讲啊，台语有漳州腔，哦漳州音、泉州音，啊宜兰腔、鹿港腔。安尼要安怎写？大家有想这种问题？那这种音素文字的系统怎么写？这个文字系统好处就是好哩，你讲你安怎讲，你就安怎写。后壁读的人就知影讲，哦，你这是什么什么腔、什么音，你安怎讲就安怎写。哦，所以这种罗马拼音，它是会当互台湾进步的。但是呢，这种文字一直到这个1981年的迄个时阵，这伫教会界在咧使用。但是迄个时阵呢，国民党呢，伊看无，你咪当讲伊无读册啦，因为因迄思想无遐尼进步，伊看无，伊惊你用用这种文字做通讯。做迄个通匪，所以呢，禁忌啥物事？禁忌教会内底这种文字的圣经没收，啊，甚至在台湾教会公布吼，过去拢用这种文字，但是对迄个时阵开始，全部改变，开始用这个中文字，所以讲起到一直咧长等你的根啊。张等你的经，哦，你袂记哩，你是啥物人？你唔知影你家己啥物人？你爱来认同我所讲的，你是啥物人？所以69年来，咱一直活伫这种洗脑的教育中间啊。